看他刚刚拉我们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六，现在呢我们就来打包放四点吧。这些呢其实我们在果园已经挑过一次了，现在呢还要挑第二次，尽量呢把好的发到朋友们手上啊。哎，看到没有，像这种我们都不发货了。像这种呢就没有完全包过来呢，我们就重新再套一个进去，防止它刮伤碰伤。现在是5斤多一点点，现在呢就我们就换了一个酸梅粉，一个干炒辣椒盐，喜欢什么口味的就吃什么口味吧，就送3包。但是呢可能还是会有个别呢没有完全挑出来，有问题的可以及时拍照联系我。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帮忙点个关注，下期再见了，我是方十九的店铺里面的。